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哎，召唤师阿正，我叫林玉正。那最近呢，全部都是在玩那个 Stable Diffusion 嘛。哦，我看到17分钟嘛哈，那8分钟就讲完了。来，我想留点时间来做 live demo， 但是我看看不知道行不行。怎么样？手机踩到。嗯。哦好。那刚刚是不是有那个Midjourney 介绍嘛？对不对？我先问一下，大家有没有人有听过 Stable Diffusion 的？没有听过，有听过的是就一位、两位、三位都有听过，有用过的呢？两位。那跟那个 background 是有结合啊？什么 background？ Playground。Playground。那什么叫 Dolly？ 那任何东西都有 Playground， 都是他去玩他的地方都叫 Playground。对。Playground 上也可以用它。那对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它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。这时候就会有个问题 ，Stable Diffusion 跟 Midjourney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该不该去用啊？我直接说结论，一般人用 Midjourney 就好了，不要再想了。好了，大家下课了，别这样子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来的人都不是一般人。哦，对，今天来的人都不是一般人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，那如果是精英中的精英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。如果你今天真的把 Stable Diffusion 装好，对，它要安装，它不是个网站，它要安装的。你就必须要去找机器来，好像我自己就去租了一台，那个珠海客人知道，我自己去那个用 VPS， 我自己架了一个我自己玩的 Stable Diffusion 专用机，嘿，那上面的机器的那个显示卡，如果要买的话，我可能30万台币就不见了，对，然后每天付的租金就像付那个办公室租金一样，很贵。但是真的很好玩，就是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一装起来就看到这个界面，你会觉得我那个钱就好像不值得，对吧？又这么复杂，天哪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鬼东西？好了，这个界面在干嘛？看不懂。然后更惨的事情在后面哦，就算你装好了，我们生成了个图片来试试看好了。那在哪里？把那个按钮按下去嘛 ，Generate 嘛，大家看懂英文嘛？中文版叫生成两个字，按下去，看这种东西。好，我们就是应该想退，想要退圈了吧？好，再来。出现了不知道该怎么在干嘛的图，当然了，因为我们还没下 prompt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试试看吧。人家都拿 Stable Diffusion 是什么？美女，最近很多那个美女都是用这个东西做的。来，我做的，漂不漂亮？有谁敢说不漂亮？你老婆？不是。来，那怎么胜任这个美女呢？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好。那就是在 prompt 的这边，我打下一个 a girl，OK，、okay? 好，你就会发现你得到这个东西。What？ 对，你试试看，你在 Midjourney 打 a girl 看看，是不是长这样子？保证100%不是，很漂亮的。那为什么别人身子长这样，我们身子长这样，怪怪的哈、哦？好，再来，那是不是要多按几次啊？一样啊、哦，一样，全部都一样，都长这个样子。你感觉是艺术。所以 Stable Diffusion 好烂，难用，不要用了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不要这样子。来，这以上都是常接触 Stable Diffusion 新手常会误会的事情哈、哦。Stable Diffusion， 我们问问题：如果手机有相机了，为什么还需要带有相机？我们是在场的摄影师，不敢讲了。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已经有傻瓜相机了，为什么还要带有？因为他平常都照相机帮客户拍。还是平常你都是用，还是你平常都只是用 iPhone 来拍而已？你会想想看，有一个国际大导演，然后用 iPhone， 有，但是多吗？敢吗？你给我出现！好，我们讲直接讲啊，因为单眼相机能够控制的变数更多，所以它可以，所以你如果今天想用 Stable Diffusion， 那就代表着说你很多地方想要自己做控制。你不想要假手 AI 去做控制 ，AI 可以帮你很多细节的忙。好，然后，我们讲几个特点好了。原本是想要做个比较，但我怕那个 Midjourney 这边可能。好，第一，我们会有很多的风格的模型可以用，因为那是开源的，大家都在狂训练模型，每天都好多的模型出来。现在还有台北的街景、台北的庙宇和台北台湾的女生等这些模型全部都有。好，第二个。我们可以自己训练模型，那你之前狗狗就不用那么累了。对。然后再来，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精准的指定人物的姿势。以前当摄影师，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现在不用，
那滑鼠一移，它就替你摆布了，怎么样？美女任你摆布，就这个意思。那 impact 的功能非常重要，就是挖一个洞，叫它以合理的方式把它填充完毕。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，我等一下 V 大哥我们再介绍。还有很多第三方开发 extension， 我们举个例子哦，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论文一发表，然后隔几天在 Stable Diffusion 上面就有那个论文的外挂可以用。像那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2月14号 ControlNet 就是我们的一个外挂叫做 ControlNet 的论文发表，2月17号外挂出来，就是这么快，就这么快。然后腾讯，本来我弄的东西是腾讯的技术，哦，腾讯那个发表时间好像在5月吧，那隔没几天，腾讯他们自己发表这个外挂，很好用，叫做 Impact Anything。等一下我们来用看。好，那 Stable Diffusion 有很多的参数要调，它其他的那个平台不一样，哦，它有很多的参数要调。如果到这里你们还没有下来，精英中的精英啊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不知道在等 Visa 老师，在等 Visa。 其实我今天准备的东西都在回答之前前几场有人问我的问题，那问我的问题的那些人都没来，一个都没有。你被吓跑了，被吓跑了，是退圈了，是好，那就来我们看看大家会不会这么聊。如果你是电商的业者，我行销人员，我是说你觉得你用不够再用 Stable Diffusion 就好了，真的还不要那么累，不要那么累。但电商可能就没有办法，为什么呢？哎，有没有电商业者？摄影会不会？这个很大量，我们自己引好是因为太贵了。太贵了，对不对？ Model 会不会？看等级。看等级是不是？看 A class 这样子吗？大尺度 Model 好不好找？这个倒是比较难找，对，所以上次碰到一个伙伴 David， 他们家就是做那种，不是你要抱人家脸哦，因为他们我帮他介绍，他们家是做女生胸部的一种那种敷料，对，那问题是那个他们就常常需要大尺度的那个 model， 很难找，对，很难找，那这怎么办呢？用假人不就好了？那假人怎么改 ？Photoshop 慢慢改，不用好不好？连我都会改，像这个，这是我们家做的婚纱。我们家在卖婚纱，嗯，好来。哦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拿芭比娃娃，就是你想成，你想要它怎么样子，它就怎么样子，爽不爽？好，怎么做？是啊。首先，我介绍一下过程就好了哈。那个，首先我们会做语义分割，什么叫语义分割？就是把每一块是什么意思的那个颜色全部标出来，像这个浅蓝色的地方，它就是婚纱的部分。然后我只要上面一点几下，说这几个地方我要保留，然后他就把我 mask 做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 mask 做出来之后，下这 prompt， 有一个漂亮的新娘穿着很漂亮的礼服，然后下面的话这些都是那个那什么品质的 prompt。那跟 Midjourney 不一样，我们有负面的 prompt， 就是我们要什么以及我们不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下，所以我们的控制的那个力道会大多很多。哦，那这些都是 clip 里面的东西。那之后如果有技术人员，我们在一起聊，然后就可以展示这样的账图，这样能不能够省下成本？可以吧，省下时间。我们比较一下原图。还有9分钟，我们讲不完，讲不完。原本想用10分钟讲完了。好，刚刚用的技巧叫做 impact anything 这个外挂 ，impact 都是挖个洞，让它合理的填起来。那它这个特别强，这个是腾讯他们发表的论文，然后就做出了一个外挂出来，真的按几个按钮就好。等一下我如果有兴趣，我们 demo 给你看，就照阿峰好了，啊，把它换掉。把脸换掉，把脸换成两个换脸都可以。那我选择一个女性。哦，也可以啊。那就是等一下再说，看你要怎么定做哪一种。好，来，那一个小时内马上会，真的很快。好，再来插画家的应用。插画家为什么不用 Midjourney？ 因为他可能是上色上得很烦。哎 ，Midjourney 可以上色吗？不知道，还是不行，不行。好，那如果有东西想改，不怎么改，这时候像这个。为什么我今天那么晚给阿峰？是因为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一些那个 demo 方法，所以我就重做了这通影片，这张图片啊，哦。
如果说有漫画家或者插画家有这种线稿，那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做像这样子，好，直接上色。用什么方法上色呢？我们用了刚刚我们用了这个 ControlNet 里面的一个东西叫做 LightArt， 它可以把这些线全部都辨识出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上色。啊，那上色我上色这个东西算简单的，如果到我的部落格上面看的话，我几乎都在玩这整套，就 AI 交换师的部落格在这边，对吧 ？AI 交换师。好来，那如果我们换了一个模型，我们直接换模型哦，同样的方法就换个模型而已，它就会变得像真人。因为我们选了一个 2.5D 的模型啊，看起来就不会觉得，风格怎么都变掉啊？好，这刚刚的话东西呢是那个 ControlNet 的 LightArt 的应用。那如果有人说刚刚那一个头发应该是要金色的，怎么换？一样啊，语音分割，点到那个头发的地方，再来留下头发，再来，这什么字？看懂英文吗？金发的，对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噔噔，换头发了，前后不到五分钟。如果你真的是用 Illustrator 或者是用其他电绘的方法，你要换多久？要换多久？好，再来，裙子能够改短吗？当然，你们觉得可以啊，就直接改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点到那个地方写 short skirt， 它就直接改短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下原图，是不是都一模一样，就头发改变，而且头发发色的一些原本的深浅，它都会自己变好。重点是它会看整张图做平衡，不会说有些地方看起来颜色很奇怪。那如果你自己用那个 Photoshop 做，大家试过吗？看起来就会有改过图的感觉，这个不会有。好、哦，后面有，你如果用 Firefly 的话就可以。好、哦，那如果你是用传统的手工下去做，那改图的痕迹就是你要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把它改掉。OK， 好，那再来产品经理，那是五分钟啊，还不是来得及 demo。好了。如果那个产品经理在这边，其实我原本是要讲给技术人员听了，因为他可以接 API， 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应用，就是直接叫那个 Stable Diffusion， 你就会用的话，就直接拿来用，好、哦，就直接拿来用，非常方便。当然那个版权的问题，请教律师哈、哦。好，来看一下这里，我们应该说是产品设计的那个设计师啊，哦、不是产品经理，产品设计设计师是不是常常缺乏灵感？有没有设计师在现场？有啊，是有时候缺乏灵感，对不对？还需要去医院捐个抽个血，又才有灵感大爆发的。不然就要吸一点什么电影电的东西，刻点什么东西。好，那为什么不用组合的呢？叫你们 band 或者是 mix 嘛，都可以组合。那这里是什么？这台是台哈雷。好，哈雷加异形是什么东西呢？上次那个滑板的没有来，真的是我这个都讲给他听的。但是问我说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做设计，当然可以哦。看一下这里，有没有异形的元素在里面？这个可以当插变形。没有变形金刚没有，我是异形。看一下这张这只手，看一下这只手，异形的车子。另外一张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。风格迁移一样，风格迁移只是我们把它做在产品上面，所以那个手机壳啊，或者是那个什么行动电源之类的，可以考虑这样玩一下。好，那再来，美少女战士这个风格能不能融进去？没有人听过美少女战士，那是叫什么？珍珠美人鱼哦。好，来想象一下吧，给你们3秒钟想象，3、2、1。可以吗？很可爱啊！居然没有人掌声，没有鼓掌，我都蛮可爱的。这样子的哈，好，联名款是吗？跟少女联名款。所以，如果今天如果有任何人想出联名款，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玩？风格就把它融进去，而且你可以提出一百张草图给业主。好、哦，不到一个小时，这是传统设计师能够做的吗？不行，有没有觉得设计师再不学就很危险？你差不多花一年。
好，来来来来，怎么做的？怎么做的？我们讨论一下怎么做的哈，因为今天可能没有时间 demo， 但是起码一些 keyword 给你们哈。这个东西叫风格迁移，风格迁移有很多种，在 Stable Diffusion 有很多种做法。我试过最强的就是腾讯他们训练出来的模型，啊，那个腾讯的模型的风格迁移模型非常强悍。那 ControlNet 如果你们有在玩的话 ，ControlNet 提供的那个 Shuffle 那个风格迁移模型，可以用在2D 上面，玩玩那种海报平面就可以了，那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今天我没有 demo， 因为我没有要回答那边问题。那今天之后原本要回答那个产品要怎么设计的问题。好，来，首先看这张图就知道，我先把哈雷的那个草图先画出来，好，然后再来那个地形的风格把它抽取出来，接着帮合起来就出现了哈。那基础的内容其实还有很多啦，比如说今天完全没有讲到咏唱技巧。哦，咏唱技巧如果这边学会了 ，Midjourney、达利什么都是一样，因为他们的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。再来选择模型，Stable Diffusion 里面有太多的模型可以选择了哈。那这个东西就有一个站叫 C 站，对 Civit AI 那个站哈。那上面每天都有新的模型出来，就是大家要研究一下，很好玩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图生图技巧跟换脸，真的是以后要。连脸都能换，声音也能换，以后这诈骗到底要怎么我真的就有点担心起来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，那可以到我的部落格，就 AI 召唤师打进去就找到，或 AI 召唤师的 FB 也可以找到我。那 Discord 有一个小小 Discord， 但是没有什么在经营。如果有大家心有，我原本是放着是说，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，那边可以传图，哦，可以传图跟我联络。OK。那以上就是这样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啊，请说。现在那个 Civic Art 那个 AI 上面虽然是有很多模型，但是也有很多朵，那你怎么去辨识说这个模组里面没有放朵呢？你是说那个外挂的朵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现在模型组里面很多有掺着。首先，如果你讲模型的话，那就要用 Set Tensor。哦，那个，或是 step dancer， 不要用那个 C K T T。啊，第二个，如果说是外挂里面有藏毒的话，那个很快就被人家发现，因为都是 open source， 所以你只要去找到大家在讨论的，那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OK， 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要了解的？那我最后问问你，完全外行，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，但我没有用过。然后你刚刚说就是你是租自己的主机，然后一说我们用公司引荐的方式的话，我刚刚听起来成本是30万。那我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方式，然后假设是在做产品的换图，然后素材的换图，大量生成素材的话，那我们的起手要花的成本、资金或是大概是怎么样？这个有些地方可以用租的啦，哦，还有其他比较便宜的方案。那租都靠自己。对，但因为我的那台机器还有在玩 LLM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还有其他用途，所以我会去租那么贵的东西。不过玩起来真的很爽，对，出图速度极快。那如果大家想要 share 的话，或者说，因为我这边最近也在弄，想弄一个团购方案，就是大家可以玩 Stable Diffusion， 然后就大家出个少少钱，但是共享 SD 对不对？对，共享 SD， 对。但是因为有些技术上的东西还在处理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先跟我可以留个那个资料，那我看看要怎么样，大家给大家团购，大家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，以上，谢谢。